早餐还不错哎，可以，还好早来哦。早餐不知道吃，我们是第一锅，我们运动完肚子饿了，要来吃。这是花莲的天和饭店早餐，我今天有起来运动，所以比较早要来吃早餐，然后7:30开始，那我们5:00起来运动，现在先看一下菜色，其他人都还在睡觉哦。因为外面在下雨，本来要去泡温泉、游泳，露天温泉池我们就放弃。等8:00开室内，它室内有101个温泉池，所以吃饱休息一下。我们8:00，他们8:00才开始开温泉池，8:00才开始去泡温泉。